读圣经的好处。圣经是镜子，照出人心里的隐情。圣经如粮食，能饱足人心的饥渴。圣经如利剑，能刺透人心的思念。圣经如锤子，能打动人心的铜硬。圣经圣金子，主话是无价的至贵。圣经也像火，能焚烧一切的污积。圣经好种子，种在人心灵的田里。圣经主的话是如此重要的真理。